怎么办？我是杨志超，然后他是陈胜华，然后我们都是土语系的，然后我们是室友。然后陈胜华有发明一个开场，不要我怎么讲啊？来啊！不要不要。因为我们两位有没有团体？我们团体。好，我们要认真。超华。至圣先生，好厉害，还不错。哎呀，太小了，太小了。